1995年，屯门南丰工业城其中一个单位成立了一间新的公司彩丰行。当时可能没人会相信，这间只是得四个人的公司，日后会成为香港自家品牌的一个传奇。多年发展，彩丰行的业务已经遍布港澳地区，近年还开展入国内和东南亚市场。彩丰的理念就是坚持在香港本土生产，因为香港本土生产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决定，因为香港比较上少有这个本土生产本土制造的一个理念，因为大部分都已经可能搬去不同的地方。我们觉得香港制造是一个香港的品质的保证，希望我们彩丰能够坚持到这个点。由批发到成为一站式美容专门店，彩丰行的生意越做越大。时至今日，公司依然坚守住优良品质、价格相宜以及坚持香港制造的精神。彩丰行的生产线以屯门作为基地，厂房占地14万平方尺，11条生产线日以继夜生产不同的产品。面对住竞争激烈的香港零售市场，要突围而出，除了贯彻品牌精神之外，还要针对不同客户的需求推陈出新，加强客户对香港制造护肤品牌的概念。现时在彩丰行旗下总共有7个全方位的个人护理和健康食品的品牌，合共就有超过1500款的产品。而为了照顾不同人的需要，我们亦都会研发和制造多款不同的产品，包括有护肤品、彩妆、身体护理、香氛等等，使到每一位入到嚟我哋彩丰行嘅顾客都可以选购到至少一件合适佢哋嘅产品翻屋企噶。除咗港澳地区嘅15间个人护理专门店外，内地、马来西亚嘅专门店亦相继开业，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展。现时彩丰行已经系中华海外信誉企业协会、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以及中华厂商会嘅会员，仲荣获香港旅游协会颁发嘅优质旅游认证。以及 QMark 标志认证，业界的认同建基于彩丰行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和创新，而王牌品牌蔗糖特滋润沐浴露的产品灵感，竟然是来自一位婆婆用蔗水冲凉而来。这种中国人的智慧，加上杨博士的创意，令到产品大获好评。而不同的医院诊所更加推荐给病人使用，品质以百为标，服务以心为本，成为彩丰行信誉的根基。用心制造其实是非常重要，坚持香港制造的原因是因为有着香港的情意结。一直以来香港都没有本土的护肤品牌，只要用心去做，坚持品质，坚守香港制造，就可以保持顾客对彩丰行的信心。口碑营销是我们的致胜之道，因为品质就是最决定于产品化妆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品质控制里面，我们能够克服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我们坚持香港生产设厂，一方面其实人力资源和管理方面都比较易控制和协调，可以有效地确保产品的保鲜质量有所保证，客人可以买到我们新鲜的护肤品，所以我们店铺里面一般的产品都不会多于1年以上的销售期。另外我们可以有效控制库存，有效地排产，就不会囤积库存。经过20年里面的挑战啦，同埋成功冲破咗之后啦，咁彩丰行咧都成为一个知名嘅香港品牌，咁啊得到大家嘅认同同埋爱戴咯。经过多年嘅发展，彩丰行拥有出色嘅履历，成为香港本土品牌嘅一个骄傲。作为一个本地嘅品牌，彩丰行亦努力为社会作出回报，由创业、守业，直到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每一步都见证着彩丰行发展模式的成功。至今业务推广的策略上，彩丰行亦通过更多互动、分享、交流，以达至互利共赢的局面。其实在业务推广的方面，我们都会参与很多大型的展销会，另外我们都会和一些中小学去合作，他们会来参观我们的厂房，一些大学他们都会来我们的厂房里面参观，同埋合作去研发一啲嘅产品嘅。而另外咧，我哋都同一啲嘅知名嘅化妆师去合作啦。我哋都举办咗一个叫彩丰学堂，从而咧去增加我哋产品销售嘅渠道嘅。
彩豐行在未來的發展裏面，希望在香港可以持續開更加多的分店，令到更加多人能夠接觸到我們的產品，知名度更加提高。另外我們都希望在亞太地區佔到一席的席位。我希望彩豐行能夠作為香港品牌、香港製造的一份子，能夠可以在亞洲地區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